每一次你替清大人接蛊毒，都会耗尽大量的生命灵气，记得吗？上次你帮他解完蛊毒之后，花了三天才能醒来，下次只会更严重，也许五天、十天，当生命灵气被消耗殆尽，你将再也无法醒来。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可以抑制我体内蛊毒的方法，所以我不再需要你。所以，他那次赶我走，是为了怕我受伤。大人，你醒了。不用扶我了，我的蛊毒又犯了。是的，大人，都是属下的错。属下原以为大人服了药之后，蛊毒便不会再犯了。那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？属下仍没有找到原因，但是属下推测，大人的蛊毒并非一般的蛊毒。卢小兰呢？今早属下去了卢姑娘房间，发现他好像已经离开了。都怪属下多嘴，告诉了如姑娘关于消耗生命一事，还请大人惩罚。你不用自责，你没做错。下去吧。是大人。贵妃娘娘，这个木偶是你雕刻的吗？我能看一下吗？雕得很好啊，改天给本宫也雕一个吧。是娘娘。贵妃娘娘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娘娘，刚才那个玩偶上刻着小兰的名字。我知道了。到底为什么会来到这儿？莫名其妙变成猫就算，还被你们当成妖怪在这儿拷问。好不容易熬过暑假，爷爷也闭关结束，我爷爷他肯定在到处找我，他找不到我，他肯定会特别伤心的。